将人生因为爱无所惧。真的求爱之道，终于。好，如果还有没有拍到的媒体朋友，帮我挥个手，我们再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报名。好，那好，我们在正中间再补一下。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全球人寿因为爱无所惧润吧的活动，希望大家可以热烈踊跃的报名，大家一起来跳润吧。我跟你讲，润吧真的是那个我好姐妹小 S， 她非常非常爱跳润吧，然后她常常揪我去她家要那个练润吧，可是因为我这个人舞感非常差，然后就是很难，所以我觉得这次也算是一个怎么讲啊，挑战吧，就是要学一下润吧这样，然后我要跟小 S 请教一下。最近大小 S 是跟四姐妹的，对对对对，有啊。大家都那个，因为他叫真正的朋友嘛。然后其实本来我们也要约，就是要一起，就约大家了。但是我在巡演嘛，所以就没有办法。然后那一天就是他们那个制作公司也希望我可以转发一个，就是帮他们真正的朋友转发一下这样子。结果就很多人说我那个不是真正的朋友，可恶，我是真正的朋友好吗？请大家好好锁定这节目，很好玩。对，我们是超过。我一出道就跟他们熟识了吧，然后对啊，就觉得跟他们很亲密，所以这个节目我一定也会锁定的。然后就是这看了这两集，就觉得很多很怀念我们以前就还没有当妈妈的时候的那些疯狂的，就是日子。对啊，友情真的很重要，所以大家那个不要挑拨，好不好？平时都是小 S 吃你的醋，那现在好像是你吃他们的醋了。因为他们去，你知道他们去十天一次，一次去十天，总共去了两三次这样，然后就真的是度假哎，好棒哦，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？都抛开，然后这样子，好羡慕，极羡慕，所以我确实是有